房屋问题影响深远，不同阶层都要为自己处境发声，但是如果一起站在政府的立场，他们又会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应付呢？如果真的有幸做到特首的话，其实在房屋政策方面，我会照顾了基层那班先。基层那班轮候公屋的，即起码都三年了，咁佢哋嘅需要其實我相信應該係大過我哋啲。咁我哋雖然係有需要，但係我哋係咪真係最有需要？係啦，即係我哋冇自己嘅居所，但係其實我哋可以同屋企人住。但係相比於住農屋或者係板間房嘅人，我哋係幸運得好多。即係如果真係做特首嘅，我覺得最主要係要令到大家感覺翻，大家都係香港社會嘅一份子，無論你係窮又好，你係富又好，都是要在香港的社會一份子，即係因為其實而家好明顯發現，就係有些地方，你就算你想起公屋的話，都會受到很多不同的地區的阻力，包括一些個區的居民都會有反對的聲音。即係你個問題，你不在你面前見到，但不代表它消失了。而呢些問題最終有呢個階層喺即係有些居住環人喺呢啲咁惡劣的環境居住，其實雖然對你冇直接的影響，但其實對整個社會都是一個影響。如果真的我是政府有關的決策官員或者特首的話，我想我首先就一定要說服公眾接受一個大原則，這個原則就是說長遠來說，我們一定不可以讓房屋市場好像過去幾年那樣鐵鋼夜晚那麼升，亦都一定要以這個港人的住屋需要作為優先考慮。在這樣的前提下，可能真的需要增加土地供應，要用一些比較進取的方式開拓土地，一些問題需要作出妥協，包括了可能一些環保啊、溶洞啊、填海的需求，只要不在維港之內，大家都要接受啊。我們需要做一些措施，就限制海外的資金啊，咁樣。咁呢啲要確立咗啲原則，喺啲原則大家都認同確立之後咧，咁我哋先至可以有效咁推展頭先幾方面工作咯。我如果俾我係特首，我會先去真係考慮一套政策係放25歲至35歲呢一班人的需要咯。係啊，咁可能係一啲即係佢哋要有啲 mean test， 即係啲資產審查啊，或者透過一啲嘅就係制度去幫一批人過渡性地去住一個房屋，佢未必係幫佢永久安置喺某個地方嘅，但係 let's say 係可能佢依黃金嘅事業10年，你幫佢哋慳咗一啲嘅租金或者供款，佢哋已經喺10年內儲多筆錢，10年後去私人市場，可能佢買到租到都唔定，唔係上車，而係幫佢哋去真係有個合適嘅居住嘅環境咯。篤爆呢個地產的服務佢先咯，其實呢個係一個好痛苦的過程，絕對係。當初阿董伯伯佢個85000，我係當初鬧佢唔好啫。而家好多人都懷念董伯伯啦。呢一個係一個好長遠問題，就係講緊你唔單止你服務緊，即係依家暗碼睇可能服務緊地產商都唔定啦。咁呢個你要平衡翻，到底你想一個點樣？呢個政府你係以咩人為先？係啦。可能因為呢個政府不是民選產生，係啦，咁佢要有不同的利益團體，佢係要顧及的，政府是要好好咁樣研究到底點可以增加更多的公屋的供應。如果我是特首的話，其實我會係唔需要任何其他的居屋啊，或者啲咩先租後買嗰啲咁嘅政策，淨係一樣公屋就搞掂啦。因為公屋的目的就是保障全香港市民都有一個最低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因為住是必須的，所以作為一個政府一定要令到香港市民在住這方面是安心的。所以我覺得現在香港的公屋是全部錯了，就是它不需要起到三房兩廳啊，樓下亭台樓閣，左邊地鐵站，右邊大商場，這樣的話現在的公屋市民咧，住緊嘅公屋居民咧，係冇一個動力走出去私樓市場。一方面咧，繼續強化，甚至有必要時加強一啲調節市場一啲短期嘅政策行為，包括咗即係嗰啲買家印花税啊、限制樓花轉讓啊呢啲咁嘅嘢，亦都一定要繼續增加翻公屋以至一啲資助房屋嘅供應。第三線咧就係話真係要市場上，令到即係嗰個供應量增加，同埋呢啲供應量咧落到去香港居民身上面。咁我哋呢三條線咧，一定要三條線都一齊兼顧。如果我係特首嘅話，我會將所有嘅公屋
變翻做百零二百尺嘅公屋。譬如一兩人嘅就百零尺啦，譬如話唔定四人家庭嘅，咁我會俾二百零尺佢啦。咁係最大二百零尺嘅啫。咁如果你話喂好細喎，我想住大啲喎，咁得冇問題，請你自己努力去揾私樓市場。而家嗰啲公屋係三四百尺、四五百尺嘅，其實可以一間劏兩間，或者兩甚至乎一間劏到三間咁細嘅公屋出嚟。咁到時嗰啲市民就可以多啲人上車，多啲需要嘅人上車。咁我相信就會長遠解決到香港住屋嘅問題。政府對於房屋政策一直舉棋不定，欠缺長遠嘅目標同堅持，住屋開支唯有不斷擴大，多勞卻不能多得，成為低收入人士艱難嘅寫照。而喺職場剛剛起步嘅一群，薪金亦被樓市蒸發，成為資產微薄嘅微產一族。要重拾微產一族對社會嘅信心，政府必須解決眼前嘅住屋問題，只可以令他們為可見的將來繼續努力。